是的，在这一期中，我们照肌肉菜肴，我们将环游世界，找最好的肌肉菜肴。对了，不等不急了，走吧，走吧。我们来了，耶、！我们在哪？我们现在在新加坡。我在的哦，可是我们到的在哪里？啊，我们在唐龙法家的 Maxwell Food Court。我们几在做到什么？我们在这找到新加坡人最爱的鸡肉菜肴，你知道吗？当然是鸡饭。哇，这里很多人，区域一定要好吃的。我们还在等什么？吃吧。鸡肉做这难哈，很好吃。吃饭吃喝，人喝餐喝。这里的鸡饭很好吃，可是比鸡翅餐厅比贵。完全挤的。我们下一步去哪儿？美国。这不是德国，这看起来更像日本。对了，新加坡没有人好的德国整个。好多人喜欢什么鸡肉菜？德国人喜欢吃的是鸡胗，吃的也是一块烤猪。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。哇，很好看，也很香。一个通卡醋是20块，很贵，可是重视。安倍，好吃。那是一顿美餐，财富你呢？韩国怎么样？我们去一家韩国餐馆吧。希望你也口渴。咦？为什么？你很快就会发现。哦。走吧，走吧。哇，真好看。那么我们将吃什么？炸鸡。我们会把它和一些啤酒配对。啊，真糟糕，我不喝啤酒。我可以喝你的粉儿。当然你会的。炸鸡非常脆，这样鸡很辣，给我水果。啤酒和水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不同。我现在也饱了。今天的食物都很好吃，我很高兴。我也是。我们还聊解聊不同的文化。我们下一集有更多的聊天经历，知道哪吃？是的。环游 ，Oh my god！ 什么呀？你很才？Why I'm？ 看的鸡肉菜肴，你知道吗？你也可以。
尺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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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尺八。OK, let's go. 尺八，尺八，八八，尺八，八。选值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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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值得。